楼女故意闪气垫，四楼坠下压伤前夫。这楼一跳，压到底下无辜的就扯了。这次受害人是这一位住彰化的41岁陈姓男子，脸上撕裂伤缝了10多针，哎呦，好痛哦！原来19日下午，他到郑姓前妻家，两人因为金钱和感情因素一言不合吵架，结果前妻跑到四楼扬言轻生，男子报警也跑到楼下待命。这时候前妻果真跳下来。准的是避开充气垫往男子怀里去，这下两个人都受伤，被送往医院，所幸都没有大碍。那他还算幸运，可能是下来之后他是被弹到旁边，然后撞到一些重物，然后造成他的撕裂伤。坠楼压伤前夫惊动警校，还好只是虚惊一场。懂新闻，清官难断家务事报道。